梦见自己飞。梦见自己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梦，是做梦者对自由和快乐的向往，也是一种心理的放松或是对现实的逃避。梦见自己飞起来，暗示做梦者近期的贵人运比较不错，近期自己在做事情时很可能会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从而顺利地解决自己当前所遇到的各种事情。可能做梦者一直以来的梦想也将有机会得到实现。梦见自己想飞但却飞不起来，可能说明做梦者近期有很大的压力，以至于让自己喘不过气。所以在生活中不要背负太多压力，学会放下一些没有必要的压力，自己也能够更加轻松，生活也会更加幸福。梦见自己在空中飞，表示你最近的感情生活并不美满，如果从空中掉下来，表示你有很烦恼的事情。